那今天又到了商品介绍的时间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呢，哦，蛮刺激的哦。真的吗？没错，这个是刀子。哇哦，刀子。好，那这里有个小圈圈。是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要跟你商量一下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左右手那个哪一只手比较少在用？左手。左手，左手比较少在用。对。哦，好，那左手借一下吧。这边啊，过来一点点啊。那哦，左手有五个手指嘛？对。哪一个手指比较少在用啊？哪一个手？小拇指啊。小指比较少在用。对。没有在抠鼻子吗？很少。好，这个比较少在用，可是这个要戴戒指啊。哦，对。那就无名指，无名指。好了好了，没关系啊，那就小指啊，好不 好, 好？小指比较少在用嘛啊。对。好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个有把剑啊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会这样子把它穿过去，嗯，我可以看得到哈，嗯，对，啊，这样子，有把剑啊，这样子，好，直接刺过去这样子，嗯，好，那小指比较少在用嘛，对，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好，好，那我现在把它套上去了，嗯。那会刺到我吗？你有点紧张吗？应该会断掉。会断掉？会流血吗？啊，不会啦。有啦，他这边老师这边有纱布的啦。那我现在要把它放进去哦、喔。好不好？等一下哈。好，这样我们才看得到啊。嗯。好，等一下呢。哦，我这样子拿好。嗯。等一下，我会这样刺过去。嗯。好，刺过去哦、喔。可是真的会刺到我的肉呢。你不用担心啊，真的吗？我魔术师啊，我啊，你魔术师啊，我魔术师啊，我魔术不要那么久哈、哦，100次大概只失误2次而已、啊，不包含这一次，不包含这一次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等一下刺过去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点点痛，嗯，好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要深呼吸，好，深呼吸，好不好？先练习一下。好，我数到3，你就深呼吸啊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好，很好，就是下一次。OK 了吧？好，好，要开始啊。好，这个穿过去哈。嗯。好，让我拿下面这样子，比较看得清楚。嗯。好，准备喽。嗯。嗯。啊，深呼吸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好，穿过去了。好。穿过去了，没有，只有流白血啊！真的吗？好，我先翻开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！啊，真的穿过去了！啊，接下来我要拔出来了，嗯，好，要深呼吸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好，拔出来啊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有没有事。好，没事啊，太好了，今天运气实在太好了，真的，没有失误的那一次。